分成七个区域，置了2000桌，停办两年的 Gapo 要再次重现。除了咱这个王爷宴会的以外，咱各有这个囡仔铺，各有小铺。云林虎尾中原普渡一直有北基隆、南虎尾的美誉，每区都有不同的特色。北区会有大型冰雕，东区有炮城，南区则有肉山。被两次被。早上一次，晚上一次。最近太热了哈。对，太热了。过去每年都会准备全猪20只，全羊5只。虽然今年的猪价比较贵，但还是准备了15只猪、2只羊，要来款待好兄弟。除了传统的贡品，还有人摆出一颗颗的棒球来拜。棒球跟垒球都是一样啊，就是要祈求我们打球的所有的选手能够平安哦，快乐打球。什么都拜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南投积极的转运站也搬出卫生棉、虎尾篮，取其协议，希望转播。顺利靠得住。接下来面临新疆警城南投云林采访报道。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？跟阿比一样呢？浅眠的人呢？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？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用喝的就能舒压的饮品梦梦水，睡前30分钟喝一包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。现在赶快上快点购，还有优惠抢好康哦！